怕摇到扭到，像我们这种快四十都很怕，只能摇屁股不能摇脖子。好，非常好，我们再一次我们谢谢他们。好，天色渐渐的晚了，宜兰自从有了新月广场这个地方之后，我们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是我们宜兰县民来一起亲子共有的一个地方。那尤其是这样的建筑物，你看那个灯光非常非常的漂亮，大家不要吝啬把你的相机今天的记忆体都拍满。那还是提醒各位，我们一起来响应我们的送爱到尼泊尔。那我们的明信片其实做了很多，那希望大家一起摊开解囊。那在我们下一个表演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们让他们来准备一下，他们已经准备 OK 了。这个是宜兰传统名校啊，听说这个学校非常厉害，毕业的学生也非常厉害，好不好？哪一所高中呢？哪一所？罗高。是不是罗高的男生最帅，对不对？罗高的男生最会唱歌，对不对？知道我是哪里毕业的吗？罗龙高中。让我们